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实招聚焦》啊，这是好莱坞的影星们啊，呃，好莱坞的影星，有些人蛮有名的，我蛮有名的，我只是看这张脸了啊，并没有看别的。那比较有名的呢，我能知道比较有名这两张脸，这脸呢，就这中间这俩男人比较比较比较露面了。那他是做脱秀。 那上面那个是做微在微漫里头演的一个一个角色，那好莱坞为卡尔这件事就卡尔这件事情无罪释放呢疯了，基本就疯狂了。呃，我觉得疯狂道理也也蛮蛮蛮那个的。在现在的这个环境，你想改变谁？我,我我个人信心不足，我只能说我个人信心不足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蛮有信心的，啊。 妖精、鬼怪、兽，马路上什么都有。啊，你看今天好莱坞演电影，哪有一些正经八百电影？我们不用说了，在曾经好莱坞拍过的《飘》《金色池塘》，可能很多朋友都都都不知道，《绿色通道》啊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对吧？《七宗罪》，你再也看不到这些电影了。但演这些电影的人还活着，很多人还活着，对不对？还活着。 所以这是一个很荒谬、很有趣、很荒谬的过程。这种有趣跟荒谬的过程是，是是是在随着时代的变迁。很多有名的人，其实其实都带有使命的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份恶，就是这个社会堕落，人类社会坠入到被妖精、鬼怪兽附体的故事。那这篇文章是布莱巴特的。 那他，我们看到都是好莱坞的这些著名的，在影片上，在这个视频上，永远演英雄的人，以最龌龊下流的语言去诅咒这件事情。